什么呀？这不就是木碗吗？不是，哎，木碗爆炸了！对，木碗爆炸了！哟哟，木碗爆炸了！为什么？这什么呀？这不就是木碗吗？怎么变气球了？爆炸了！不是，没有，不是，变成一个球了。木耳变成球了，刚炸了一个。可能太久没吃火锅了，不懂这些走在时尚尖端的运动啊。我来耍点。是、嗯，哎，发生什么事？木耳爆炸了。对，木耳爆炸了。哟哟。木耳爆炸了，为什么？谁点的木耳？我的衣服。木耳为什么会爆炸呀？为什么？把那木耳捞出来，你看我的衣服完了。他吃木耳的时候小心一点啊！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会爆炸。